定国公方才在门口寻你不痛快了。国公查案未果，难免心绪不顺。臣倒是不挂心。昨日你也在现场，这一桩事你怎么看？臣的想法不重要，只要国公能为圣城要回兵权，寻得燕家印信，过臣如何倒也无妨。怎么，方才国公不是过来上交印信的吗？ 昨日燕后孑然而去，国公控制侯府这么久，罪状找不到也就罢了，居然连这么重要的印信也能弄丢。谢卿，你倒是提醒朕了。燕家既然无罪，定国公却硬要将其缉拿，或许朕这好舅父真有他自己的私心啊。圣上的意思是，国公有意兵权。 难道你看不出？昨日臣在侯府，也觉得奇怪，圣上都未收到的消息，国公却抢先上报，这太过于反常。而且，国公为何偏偏选在昨日犯难，还控制侯府这么久，不让任何人外出？倘若国公真的有私心，那他现在最想做的，就是处死狱中的燕氏父子，让这一切都死无对证。 怪不得舅父今日想让朕下旨，要以刑法问询燕氏父子，原来是打的这样的算盘，倒是要让朕做他手里的刀啊！谢卿，你替朕走一趟大牢，去打探那印信的下落。朕要知道，薛家到底是在认真查案，还是早有图谋？ 臣明白。